他为股市高手。股市高手之所以在难以理解的市场环境中实现更高的利润，涉及到几个关键因素。一、低点入市，在市场情势不明朗时，股价通常处于相对低位。高手优于其他投资者的地方在于他们能够识别这些低点，并在此时进场。二、逆向思考，成功的投资者通常不盲目追随市场主流意见，这种独立思考使他们能够在竞争中脱颖而出。三、长期投资视角，高手往往持有更长远的视角，他们不会被短期市场波动左右，而是更关注企业的基本面和长期增长潜力。四、多元化策略，成功的投资者拥有多种投资策略，这使他们能够应对不同的市场情景。股市高手之所以能够在市场变动中赚钱，是因为他们具有较高的适应性，能够充分利用市场中的机会，而不仅仅是随波逐流。张宇明分析师在 YouTube 频道里面搜寻的关键字，然后完成订阅按小铃铛就可以持续来观看追踪张宇明的 YouTube 频道。